你好，我是一百老许。我是那个武汉丁岩帮的电子烟店的老板，也是那个品诺的代理。行，就是不是我的粉丝，对吧？对，是你的粉丝。想起么子有么子，我想起虾子都有。哦，不是虾子，管饱。前面只有左右一桌是吧？一桌，那好多了，我得胡答一下。前面有165桌。也是我今天碰到的第二个用品诺二的人。你现在抽什么油？黑冰。某克的黑冰。对，某克黑冰。某克黑冰，你感觉这个油怎么样？比我抽。我告诉你，你要是用棉花烟这样抽更好。现在没有啊，没出啊。感觉回到了去年抽许家的时候。这个烟弹我已经抽了3仓了。棉花球是不一样。今天我终于来拼测品诺二代了。本来以为它就会是这样啊，一代出去啊，就像很多小烟一样出现了然后消失了。但是他们没有，在时隔差不多1年多之后，他们推出了品诺第二代，叫做 wing， 翅膀的意思，寓意就是说要给它加上一个翅膀，高飞，这是一个很好的意愿。那么品诺一代的缺点很明显，它是用像油舱和雾化芯的形式，然后雾化芯又是固化的，然后再加上它是使用的18650电池啊，所以它的体积是受限于它的那个电池大小，以及它还要往里面塞很多蓝牙模块啊、温控调压、稳压等等各种各样的芯片在里面，所以它体积不会小。到第二代之后呢，他们采用了叫做聚合物啊锂电池，就是异型电池，那么把体积呢进一步缩小，也不能说很小啊，但是比它的第一代是要小很多。因为它是一个蓝牙智能小烟，那么不仅是硬件的那个制作，然后还加上这个软件，跟它配套的还有一个整套手机软件的迭代也非常重要啊。他们的软件一直也在更新，固件也在一直更新。那么他们在刚发售之初呢，就碰到一个问题了。刚出货的时候订单比较多，然后他们在生产流程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进行超声波清洗之后，因为没有把它的里面的清洗液擦干净，造成了一些氧化和那个积灰的情况。后来官方也及时进行了辟谣，因为电子烟行业没有人会去拿有毒的东西去进行烟弹的超声波清洗，基本上都是拿的纯净水。我自己也碰到过两个，但是我也没有在意这个事情，擦干了之后继续用。那么时至今天，我为什么来拍它呢？是因为它昨天晚上正式发布了 Mesh 的棉花芯。关于品诺二，我是比较推崇的。我为什么推崇呢？因为它是目前为止啊，在小烟这种扁平的小巧的设计里面的唯一的一个真正的能够调压、升压、稳压，就带这还有自定义模式，带着几种自定义功能的，然后又有蓝牙 APP 进行一个吸烟次数统计的真正的智能蓝牙小烟。那么杆子就这么杆子啊，没有了复位功能啊。以前一代它有一个复位功能，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可以直接复位，它是二代是说的是有一个自动复位功能。那么相比第一代，它变做成了一个扁平化的一个设计啊，这里是一个看起来像一个按钮，实际上并不是。我预计之前可能是要设计一个按钮，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指示灯，指示灯在 APP 里面可以控制是关还是开啊。我为了省电，我是把它关掉了。然后底部呢，充电口由以前的那个专用的磁吸接口形式改成了一个USB 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充电口啊，这要比较方便多了。这是一个品诺的一个 P 的一个标志，但是印的不是很清晰，但是也无所谓了。然后烟弹呢是插拔式的，烟弹插拔这个结合非常紧密，拔的时候有点不大方便，它不像很多设计是磁吸式的，它是一个纯物理的一个硬卡的一个结构，是左边推一下，右边推一下，左边推一下，哎，好，就出来了。然后插的时候呢，要很用力的插进来。烟弹做了很多修改，我现在是用的棉花 mesh 的棉花烟弹，底部呢是两个注油孔这样打开的。啊，我用了这么久啊，客观的讲，它的渗液，我没有碰到过就比较让人觉得是问题的，就是比较过分的情况。然后冷凝的话呢，也是。当然冷凝它是因为它是可调压的嘛，它冷凝是根据你的调压来决定的。如果你的功率大，烟雾多，那冷凝就会更多。如果你功率低，烟雾小，那么它的冷凝相对形成的也会更慢一些。但总而言之，对于我而言的话，我每天一甩的话并没有出现过
哎呀，经常让我吸到冷液的情况，所以这方面它是合格的。棉花型的解析确实是比陶瓷好很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要等到今天才推出这个品诺二的一个评测视频啊，一方面也是为了一个完成任务啊，确实也是等了很久。第二方面的话，我也是要等到它的棉花型正式发布之后，我才能够啊100%彻底的是给粉丝去推荐这个机器。那么它一代是用的18650电池，所以的话它的电量是可以到做到1000毫安以上的。那么所以它的二代采用了聚合物电池之后，它的电量是720毫安，在小烟里面而言的话，这是绝对足够的。烟弹的容量是2毫升的，是合格的，足够的。我为什么这么推崇可调压的功能？因为同一种烟油在同一个烟弹里面，当你输出的功率不一样的时候呢，它的雾化以及这个解析是有区别的，你可以获得不一样的感觉。我可以控制烟雾的大小，这是从烟雾方面来讲。那么烟雾越大，激活感肯定就越强；烟雾越小，激活感肯定就越柔啊，这就是对激活感的一个控制。因为电子烟的首要目的是戒烟，这是它的第一目的。但是仍然会有很多用户，哎，他会在味道的追求方面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多变的一个选择。那么这就是调压的意义所在啊，至少是在一个范围内能够让你去自主的去选择。麦氏烟弹是昨晚上推出的，然后但是这个烟弹我实际上用了很久了，我是对它的这个棉花的解析力是满意的。它谈不上优秀啊，也很难说哪个东西是很优秀的啊。卡里泵是一个，它那个解析确实味道比较浓郁，但是呢吸阻空冷凝多，所以说就没有一个完美的东西。品诺二搭配了棉花芯之后呢，我个人觉得啊就是比较符合我的需求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它的 APP 功能，吸一口。好，可以看到这个调压的呢依然是这样啊，最高20瓦，最低5瓦，5瓦的话非常小的烟雾了，11瓦，20瓦，并且在这三个不同的档下，烟雾的大小以及这个味道的呈现的，我现在抽的是这个粉红的薄荷爆珠，实际上我抽了很多油，也包括翠贝卡，在不同的功率下确实给我呈现的味道结构感是不同的。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口速的在这个发现里面，我到目前为止的话一共是抽了2147口啊，这算是抽的比较多的。你们知道我平均一天抽电子烟抽多少口吗？我平均一天抽电子烟，就是翠贝卡的话，实际上是80口左右。我认为我会抽的很多，但实际上我用它统计下来之后，实际上我一天大概是抽80口。你看啊，51、71、26、66，最多一天抽了105口。然后像这种比较低的，肯定是我还带了其他电子烟。这是它的一个统计功能。控制的 P 模式是可以自定义，就是它会把一口分割为10个小段，它的一口应该是按照，不，它的一口应该是按照3秒钟来算的，它会把3秒钟切换成10小段，然后每一段它会用不同的一个输出功率，你可以在它的十小段中每一段都可以自定义的模式，这样就会让它的口味更有一个多变的一个选择。然后在设置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有儿童锁。当然呢，我们就一般有孩子的父母的话，一般不会轻易让小孩子去接触这东西的啊。但是不怕意外就怕万一啊，所以这个功能还是有意义的。设备指示灯我是关掉的，因为我想省电，实际上它也省不了多少电，但是我觉得关掉会有这个。然后它有一点了，它有智能控烟，每20分钟限制多少口。哎，很多人他有一个习惯性的问题，就是说啊，我没事有事没事我就想抽两口。但实际上呢，电子烟跟香烟不一样，因为电子烟我们它的生钉的速度，实际上现在尼古丁烟的话是很快的了。那么10分钟，我可以允许我抽多少多少口，10口、20口、30口，实际上就是一个改变你这个抽烟习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能，可以帮助你矫治。好，它有一个智能口感模式，说实话这个功能我感觉有点玄妙啊，因为我并不知道它的算法是怎么样，所以我一般是把智能口感关掉的。关掉之后呢，下面有一个柔和、正常、强劲，反而这三个我还用的比较多，一般我会用到强劲或者正常，柔和我很少用到。社区呢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它是品诺自己的内部一个封闭的社区，估计它也不会让用户去在它里面去推广其他品牌的一些产品啊。它发帖的机制啊，
是那个审核的，因为我曾经尝试过在里面发帖，但是呢一直要审核，所以社区对我而言实际上没什么意义，但是你可以跟其他的品诺用户去交流，至少在烟油方面。好，这是品诺二，是让我之前想了很多，我说应该怎么去拍它，或者拍得很专业，拍广告啊，这个产品跟你旋转啊什么什么的。我后来想了想，我就是把我对品诺二的一些看法简单的说一下。你说它完美吗？不，它不是一个完美的东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电子烟能够让我给出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论，没有，都各有优缺。它的缺点很明显，体积还是偏大。正式推出的烟弹，不论是陶瓷还是棉花的，我没有碰到过比较严重的很快糊芯或是漏油渗油的问题。当然也有些用户碰到这些问题，在我这边售后的也不多，品诺这方面也都直接换芯处理啊。当初还想是做一个双语的一个 review 啊，但是现在搞这么久，也只能这么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机器呢，我是推荐的，尤其是现在又有了棉花芯之后，大家呢各取所需啊，因为你要考虑到它的外形和它的一个体积、重量。如果你也在用品诺二，或者说你觉得我说的不对啊，或者说你觉得你在跟他们吹喇叭什么什么的啊，你要是觉得这个地方它有什么你无法接受的缺点。或者你也在用品诺二，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你用它你觉得很喜欢，欢迎你们在下面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微博点赞流转的话，我送出神秘的爱还有几份，两份。好了，就这样吧。老徐也是黑社会，为什么他可以上来做生意？我们跟老许谈好了，而且他是爱国的。我也可以谈，我也可以爱过。